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节目。今天呢，有四位不一样的艾莎公主给大家送来了惊喜蛋哦。每个惊喜蛋里面都有不同的玩具。那我们首先先来看看第一个艾莎公主送来的是什么玩具吧。Hello， 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穿着蓝色裙子的艾莎公主哦。那今天呢，我给大家送来了一个红色惊喜蛋。噔噔，快看，这一个惊喜蛋的外面还有一朵绿色的小花哦。让我们来剥开它。哇哦，快看，这里面还藏着一只狗狗。噔噔，是我们汪汪队的毛毛。哇，这个里面有三个玩具，有一个变形玩具。哎，这个里面有两只狗狗，第一只狗狗呢是我们汪汪队的鹿毛，它是一名潜水员。噔噔，来看到这一只狗狗，它是汪汪队的小丽，它呢是一位工程师哦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到这一个变形玩具，它会变成什么呢？小朋友们快看，这一位呢是帅气的美国队长，在他胸前呢有一颗五角星，额头有一个字母 A 哦。Hello， 小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戴着皇冠的艾莎公主哦。今天给大家送来的是一个黄色惊喜蛋。好的，我们来把这一个黄色惊喜蛋给拆开哦。哇哦，小朋友们快看，这里面也有一只狗狗，是我们汪汪队的小丽哦。刚刚我们有跟他打招呼。哇，这里面也有一个变形玩具，而且还是一个变形蛋哦。噔噔，小朋友们快看，这里还有一只可爱的米老鼠，这一位是迷你版的绿巨人哦。那现在呢，我们来给这一个变形蛋变形，看看它会变成什么呢。噔噔，变形成功，这是一位帅气的奥特曼，麦克斯奥特曼。Hello， 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穿着紫色披风的艾莎公主哦。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玫红色惊喜蛋。同样，我们要先把小花给摘掉。哇，这一个惊喜蛋跟第一个长得是一样的哦，都是我们汪汪队的毛毛。噔噔，小朋友们快看，这个里面也有一个奥特曼的变形蛋。哎，又是一只狗狗哦。这是我们汪汪队的阿奇，是一只小警犬哦。还有一架蓝色小飞机，它是我们超级飞侠的酷飞哦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来给这一位奥特曼变形，看看它会变成谁呢。噔噔，小朋友们快看，变形成功了，这一位呢它是赛文奥特曼。小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穿着玫红色裙子的艾莎公主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蓝色的彩泥惊喜蛋哦。哇，小朋友们，这一个跟我们第二个惊喜蛋长得也是一样的哦。噔噔，小朋友们快看，这个里面也是三个玩具。那我们首先先来看到这一个小公仔，它是怪兽杰顿哦。噔噔，小朋友们快看，这一位呢它是怪兽巴尔坦。哎，这里还有一个蓝紫色的奥特曼变形蛋，又会是谁呢？噔噔，变形成功啦，这一位它是阿古茹奥特曼哦。哇，小朋友们，今天我们的艾莎公主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玩具哦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喜欢我们小朋友，记得要点点关注，还有订阅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小宝贝，每天你的小宝贝，宝贝宝贝小宝贝宝贝。